我在大牌密聊，我们的距离只有一通电话哦。有点慌张，但是也挺期待的，因为第一次跟那个粉丝亲自这样子打电话。妈呀，怎么这么紧张呢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美琪。知道吗？我好喜欢你的。谢谢。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有，最近有很多人都叫你三只大哥嘛。嗯。然后，那你就可以对那个镜头撒个娇啊，然后用那种比较反转一点，用那种小女人的语气说一个土味情话之类的，可以吗？啊，你确定你喜欢我吗？确定，非常确定了，我喜欢你一年多了。好吧，那我就说个土味情话。你为什么要害我呀？害我这么喜欢你。我的妈呀！天哪，脸都快红了。谢谢你喜欢我。作为我们来说，其实，很开心，就是说你可以在音乐的舞台上，然后就被大家给看见。我以后的话，我们也会一直跟你走下去，加油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哦。感觉有点不可思议，有点，有点还没缓过来。哎，我会脸红的，天哪，现在有点热，已经红了吗？淡定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美琪。谁？孟美琪。啊，真的是美琪吗？对呀。啊。啊，你好，大哥。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啊，有。你说。如果你在一个班集体里的话，你是想当班长、文艺委员还是体育委员呀？啊，我觉得班长或者是文艺委员吧。哎，到最近粉丝给你投的投票结果是体育委员胜出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觉得你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冲刺啊。啊，但是我告诉你个秘密。嗯，好。我体育是最差的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认识你。谢谢你的支持。好的，继续努力，加油哦。我们一直在你身后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两通电话给我弄的，我都出汗了。有扇任意门，你最想要去哪里呢？想回家。是不是有点伤感？因为好久没回去过了，对，想回去看一看。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刚跟我妈通过电话嘛，而且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是他们结婚纪念日，然后也挺想回去祝他们两个结婚纪念快乐的。你觉得自己每次出场的 BGM 是什么样子的？为什么我粉丝都长那么好看呢？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但就那种大哥出场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过吧？从你出道到现在开始，你最喜欢你的哪一种发型，哪一种发色呢？我觉得金发吧。第一，它时间最长，伴随我的时间最长，也最有感情。然后第二，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可能这个颜色更适合我一点，然后让大家更容易记住我吧。美少女战士、百变小樱、樱桃小丸子，你觉得你更像哪一个动漫人物？那当然是美少女战士，代表月亮消灭你。大鸡腿和大肥肉，你选哪一个？那当然是大鸡腿了，美鸡的腿是大鸡腿，因为我不爱吃肥肉。美心，你为什么总是戴着帽子？是因为不想洗头吗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种 swag， 你懂吗？这是大哥的 swag， 你不要拆穿我。我没有不洗头发，我每天都洗头发了。如果让你在无人岛上待上五天，你会带哪三样东西呢？我妈，必须得带我妈走，
我怕。如果给你五秒钟，你最想问粉丝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五秒钟啊，你们爱我吗？你在创造101当中扮演的是爸爸角色还是妈妈的角色？你本人比较喜欢什么角色？那肯定是爸爸角色了，你就看我装饰的时候多么的大哥。在那个创造101的舞台上，没有尝试过或者想挑战的内容呢？我觉得基本上每一次的话我可能都差不多做过了，但是还是想要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舞台上安安静静的唱一首歌，因为我也特别羡慕那种在台子上穿的特别仙特别美那种裙子，纱纱裙我也想穿一次。你知道你的肋骨上热搜了吗？我知道，我听说了。你知道那天就是所有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所有人都来说，妹琪你咋了，你还好吧，你知不知道你肋骨上热搜了？大家不要担心，我肋骨只是正常现象，就可能从小肋骨是跟别人长得也不太一样，但是绝对不是我健康的问题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。可以对着镜头做一个撒娇的动作吗？这咋的呢？是我亲粉不？不知道大哥不爱做呀？哎，撒娇的呀。嗯。我要哭了，以后不要逼我做可爱的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不要逼我做可爱的。